走这边吧。我感觉是、啊、这么多人放无人机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。就是你别跑。感受一下春节文化啊！帮我拿一下，我戴个手套，冻死了。来吧，开始了，发很慢了。八点半放烟花啊！哎呦，我真后悔没把我的无人机带来。这上面全是无人机啊！一会儿有表演，焰火表演。看，全是人，乌压压的一片。唉，红曲美业，八点半了，开始了。看了，四零四不会就放这个吧？好啊，你看。这应该是打信号的吧，前面过不去了。看看，前面过不去了。我们这放不了烟花，那你们看一看好吗？就这儿，别急别急别急，不要着急嘛。哎，别走人呢，别走丢了，香桃。今天大老爷生日呢啊、哦，还不如卡爷呢。大老爷生日啊，那我一会儿给他发个信息吧。啊，我一会儿给他发个信息。他真的要是放成这样烟花，真的还不如不看呢。对，换号了，灯牌没了。乐小狼是谁？说出你之前的名字。擦一下手机，好吧。老卡是你吗？过儿是我呀。好久不见，三金，过年好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啊，这烟花好难看。这就没了。
这里是甘肃省嘉峪关市啊。好了，看我吧。上海吧，我在嘉峪关，与烟花一起出镜，过儿祝你新年，祝你新一年新疆，也祝你新年快乐。哎，怎么还不放呢？哇靠！哎，住在这个楼上的人爽了哈，直接就可以看。发色保持这么久，对。家呀，家是嘉峪关的，万里长城的终点。还没开吗？正月15九缸那个烟花也很好看，你要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过来。开始放了吗？马上。说是8:30，我不知道为啥现在还没开始放。应该放点音乐就好了。对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的喉结胖的没了，哎，胖的没了。某一年国考还考到那儿，说太远了是吗？嘉峪关还可以吧。哎呀，手机没电了。张二粉的可以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这声音才叫他妈烟花呢，哦。嘉峪关，哎呦，我应该有去年冬奥会闭幕的时候看到国家放的烟花，这次也应该有一年了吧。他抱男人大腿。我们在侧边啊，从正面看会很好看，因为那边有一些低空的烟花也很好看，这边看不到。当年那个花千演花千骨的那个演员，不是花千骨，就那个男演员叫什么我忘了啊，就住在这个酒店，住在这个酒店。你也在嘉峪关可以偶遇吗？放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不是霍建华，就是演了那个个子挺高挺瘦的，但是他演有点女性化的一个角色，我忘了叫什么。哇，这个好看。在嘉峪关，哦，马可，对马可，对对对马可，哎，好看好看。在路
视频吗？没有，拍照片。你帮我录点视频呗。沙姐姐，对，沙姐姐，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，灰色的头发。特别像吃鸡里的那个和平精英里的那个烟火。新进来的朋友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然后可以点击左上角的那个加入主播粉丝灯牌。看上面全是无人机，家里有老人去世，三年不能放烟花，三年不可以贴对联儿。今晚不发新视频啊。拍完了吗？知己没拍完。竖着拍一点，横着拍不好看。对，竖着拍，这样就好看了。花了，对，地方政府放的。是地方政府放的烟火表演，每年都有，每年的正月初五和正月十五会有。对，我们政府组织的。嘉峪关，哎，好漂亮啊，这个。
听说这个烟花上打上的就500块钱啊，就那大烟花。哦，我们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你也很美，你也很美。没买烟花，走吧，我们边走边看吧，不然一会儿他们出不去了，全是人啊！看看多少人，干嘛？先过一下，谢谢。小的时候，我爸也这么背着我看。这是哪儿？山人海。嘉峪关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哇，你要背，我背不动你啊！看完烟花回家。我想从这后面给孩子拍张照片啊，这样拍角度拍特别漂亮。用你手机拍个照，手机给我。哎，卡爷，我被看到了。保准最高位置，照片发给我。好，都发给你。好，可以。哎，我再拍几张。跟谁的？跟我朋友啊。哎，怎么返回？怎么返回？怎么返回？要结束了吗？走吧。哎，好像还有，我又出来了。哎，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又开始了。
被炸掉了。人很多，他在嘉峪关，烧的都是钱。不看了，待会儿出不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后面全是人。这是要回家了吗？对啊。我只会玩仙女棒。今晚打游戏不打呀？打。我被禁言三个月。祝各位新年快乐啊！恭喜大家发大财！我要下播喽。王者荣耀。月底去成都，月底去成都，31号。刚来就下播，已经播了很久了。我们就在看，我跟你说，赶紧趁早出来，一会儿你直接就走不出来，再等3分钟就完成任务。好，好的。都是坑我小心心的人。嘉峪关，哎，这边看也可以哦。
我估计我车都被埋到后面去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还有，居然还有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上车，上车，上。冻死了，冻死了。是我的车吗？是啊。哎，那我钥匙怎么打不开了？钥匙冻上了吗？我操！我钥匙打不开是为啥？爷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是是是。你看，你先帮我拿一下手机，你去对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老家那边就不能放？有政策吧，可能有政策啊，有政策。回家打游戏，还有带行创的。Hello， 小黑娃。哎，你们在那边听到这个烟花的声音大不大？这是政府放的烟花，政府放的烟花，这一个烟花打这么一出就得差不多500到1000吧，是不是就那种咚咚咚的声音特别好听？不如你说话好听啊，是吗？烟花味道很好闻，对，有硫磺的味道。当当当，好像结束了，哎。没有结束，待会儿最后面可能有个特别超大的烟花，应该9点就要结束了，还有3分钟。100多人了，我爱闻汽油味儿，特别平衡，闻到烟花的味道。老年代步车，你我怎么没看见啊？你眼神还挺好哈。一会儿要回家了，一会儿要回家了。
我估计这些烟花得少说得少说得20到50万。Hello Hello， 向前，新年快乐！烟花好美，你更美。过年好呀！哇，来晚了，你知道？刚才我在那边看烟花的时候，效果特别好。这边都已经挡住了，看我怕，因为从这儿要进去嘛，我怕我一会儿出不来了，所以就提前先看往外跑。王者头像是我现在微信的头像，也是我抖音 ID 的头像。车在这儿，站在车旁边。手机没有电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。手机没有电了，结束了应该是。我冻死我了。啊！哎，我车钥匙呢？我这钥匙现在怎么就结束了？结束了，同志们，我要下播了啊！回去再说吧。钥匙错误 ，ID 错误是什么意思啊？下播了，拜拜。手机没有电了。为啥处放烟花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处放烟花。嘉宇关，哎呦，我应该有今年冬奥会闭幕的时候看到国家放的烟花，这次也应该有一年了吧？他抱男人大腿。在侧边啊，从正面看会很好看，因为那边有一些低空的烟花也很好看，这边看不到。当年那个花千骨演花千骨的那个演员，不是花千骨，就那个男演员叫什么，我忘了啊，就住在这个酒店，住在这个酒店。你也在嘉峪关，可以偶遇吗？放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不是霍建华，就是演了那个个子挺高挺瘦的，但是他演有点女性化的一个角色，我忘了叫什么。哇，这个好看。在嘉峪关，哦，马可，对马可，对对对马可，哎，好看好看。你在录视频吗？没有，拍照片。你帮我录点视频呗。
沙姐姐，对，沙姐姐，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，灰色的头发。特别像吃鸡里的那个，和平精英里的那个烟火。新进来的朋友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然后可以点击左上角的那个加入主播粉丝灯牌。上面全是无人机，家里有老人去世，三年不能放烟花，三年不可以贴对联。今晚不发新视频啊。拍完了吗？知己没拍完。竖着拍一点，横着拍不好看。对，竖着拍，这样就好看了。花了，对，地方政府放的。是地方政府放的烟火表演，每年都有，每年的正月初五和正月十五会有。对，我们政府组织的。嘉峪关，哎，好漂亮啊！听说这个烟花上打上的就500块钱啊，就那种大烟花。哦，我们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
你也很美，你也很美。没买烟花，走吧，我们边走边看吧，不然一会儿他们出不去了，全是人啊！看看多少人，先过一下就行。小的时候，我爸也这么背着我看。这是哪儿的山人海？嘉峪关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哇，你要背，我背不动你啊！看完烟花回家。我想从这后面给孩子拍张照片啊，这样拍角度拍特别漂亮。用你手机拍个照，手机给我。哎，卡爷，我被看到了。保准最高位置，照片发给我。好，都发给你。好，可以。哎，我再拍几张。跟谁？跟我朋友啊。哎，怎么返回？怎么返回？怎么返回？结束了吗？走吧。哎，好像还有，哎，又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又开始了。我已经差点被炸掉了。
人很多。他在嘉峪关。烧的都是钱。看了，待会儿出不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后面全是人。这是要回家了吗？对啊。我只会玩仙女棒。喜欢打游戏不打呀？打。我被禁言三个月。祝各位新年快乐啊！恭喜大家发大财！我要下播喽。王者荣耀。月底去成都，月底去成都，31号。刚来就下播，已经播了很久了。我们这边在看，我跟你说，赶紧趁早出来，一会儿你直接就走不出来，再等3分钟就完成任务。好，好的。都是坑我小心心的人。嘉峪关，哎，这边看也可以哦。我估计我车都被埋到后面去了。等会儿，哎，还有，居然还有，这边，上车，冻死了。是我的车吗？是啊。哎，那我钥匙怎么打不开了？钥匙冻上了吗？我操！我钥匙打不开是为啥？爷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是。你看，你先帮我拿一下手机，你去对一下我看一下。
为什么老家那边就不能放？有政策吧，可能有政策啊，有政策。回家打游戏，还有带行创的。Hello， 小黑娃。哎，你们在那边听到这个烟花的声音大不大？这是政府放的烟花，政府放的烟花，这一个烟花打这么一株就得差不多500到1000吧，是不是就那种咚咚咚的声音特别好听？不如你说话好听啊，是吗？烟花味道很好闻，对，有硫磺的味道。当当当，好像结束了，哎，没有结束。待会儿最后面可能有个特别超大的烟花，应该9点就要结束了，还有3分钟。100个人了，我爱闻汽油味儿，特别平衡，闻到烟花的味道。老年代步车，你我怎么没看见啊？你眼神还挺好哈。要回家了，一会儿要回家了。我估计这些烟花得少说得少说得20到50万。Hello Hello， 向前，新年快乐。烟花好美，你更美。过年好呀！哇，来晚了你都。刚才我在那边看烟花的时候，效果特别好。这边都已经挡住了，看我怕，因为从这儿要进去嘛，我怕我一会儿出不来了。所以就提前先跟我往外跑。王者头像是我现在微信的头像，也是我抖音 ID 的头像。车在这儿，站在车旁边。手机没有电了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手机没有电了，结束了应该是。我冻死我了啊。哎，我车钥匙呢？我这钥匙现在怎么就结束了？结束了，同志们，我要下播了啊！回去再说吧。钥匙错误 ，ID 错误是什么意思啊？下播了，拜拜。手机没有电。